另外呢，3岁的小许寻今年1月的时候碰到严重的车祸，造成他四肢瘫痪，现在还在跟命运搏斗哈。他的故事呢，引发了很大的回响，现在连台南监狱都全体总动员写剧本、拍微电影来为他打气。30多名受刑人高举手背，齐声大喊：“许寻，加油！”希望把打气声传到他耳里。台南监狱全体总动员，耗时2周写剧本、拍微电影，帮许寻集气。还有人亲自描绘菩萨心经，过香火拜拜，祈求许寻能早日康复。这个物件是要送给这个妹妹，还有迄个祈福的迄个用意啊，所以咱想归去都。吃全素安尼啊！3岁的小寻寻因为年初的一场严重车祸，造成他四肢瘫痪。单纯可爱的小女孩，小小年纪就和命运搏斗。她的故事在网络广为流传，不只有网友集气，连台南监狱的受刑人也来帮忙，各自发挥专长，献上祝福。把我们全监围墙内的爱，能够穿越围墙，能够带给寻寻的家人知道，来为寻寻加油，希望他早日康复。为了这部影片，全监所花了2周时间拍摄，员工受刑人都真情入境，替这位受难小菩萨集气加油。这里是来观众陈文杰台南报道。